是求下列各式之极，第一小题的话等于负的 cosine 2乘以 22.5 度，所以等于负的 cosine 45度等于负二分之根号二。第二小题把它展开， sin 平方 22.5 度减掉两倍 sin 22.5 度乘以 cosine 22.5 度，再加上 cosine 平方 22.5 度，有平方的公式可以知道这两个等于一，有两倍角公式知道这等于 sin 45度，所以等于一减掉二分之根号二，只有我们的答案。